guest theater from Tainan. The performance they will bring us today is Bamboo Host Formation, which is only the only folklore performance in Taiwan and even in the world.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热情掌声欢迎韩国舞蹈剧场为我们带来的竹马镇，掌声欢迎。2022蒙甲青山祭现场嘉宾们，平安，平安。我们是来自于台南市新民区的一个舞蹈剧场。那现在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位鼓的这位先生是我们竹马镇的执行长卢俊义卢先生。然后我是韩国舞蹈剧场的艺术总监赵芳燕，非常的荣幸。我们能够带领着韩国舞蹈剧场能够来参与今天的盛会。然后竹马镇呢，就像如同我们的主持人讲的，是全台湾。然后我们的艺术顾问施德玉教授曾经说，竹马镇是全世界唯一用十二生肖的剧种下去做的竹马戏跟竹马镇。所以呢，我们的艺术顾问说竹马镇是天下第一团。那现在呢，我们邀请韩国舞蹈剧场的舞者们为现场嘉宾们现身说法。踢个
九马镇、三镇开门，又称开大小门。现在老鼠带领着走人，代表着羊；猪带领着内园，代表着鸡。主要的用意是让空间内来不及离开的灵界好朋友，可以有机会离开。介绍第九个生肖猴，在竹马镇里代表着美猴王孙悟空，在竹马系本身曲里意味着才思敏捷。第十个生肖鸡，在竹马镇里扮演着丫鬟，在竹马镇本身曲代表一鸣惊人，一唱百合。生肖狗，在竹马镇里代表着知县先锋，在竹马系本身曲代表着领军出战得胜，是祈求团队赛获胜的意涵。第十二生肖是猪，在竹马镇里代表着地位崇高的娘娘，在竹马系本身曲更有着祈求多子多孙多富贵的美誉。现在我们每一位表演者他都会有一个敬礼，在我们的竹马阵这个动作称之为搂盔，搂盔也就是敬礼的意思。生肖至绕一甲阵，十二乘以一为十二的本数，也代表一个地支轮回或者十二个月。好，现场嘉宾，我们来问一下，黄色衣服那个脸红红的那个是什么生肖？有人知道吗？没有听到哎，好，那个白色的小姐，请问是什么生肖？猴，是是，很好，谢谢。接下来走的是大道生辰的一生二，十二生肖制绕两个角色，十二乘以二为二十四，代表二十四方位以及二十四节气。三，十二生肖制绕三人，十二乘以三代表三十六天。总而言之，也就是说，天地生辰。在上，
上，阴极在下，代表着阴阳协调。第五阵大怼，十二生肖阴阳相配，两两成对，各显神通，代表阴阳平衡之道。这位是什么生肖吗？老虎，很好。那我请问一下，老虎代表着什么？虎将军吗？虎将军。然后等一下呢，如果有人希望能够在五职升迁的话，待会我们会有平安堂，欢迎大家来索取。大家，黄色衣服这个是什么生肖呢？龙，很好，在竹马镇代表着帝王，但是在竹马戏曲本身象征着风调雨顺。然后我们龙手上拿的台语叫做桥啊，也就是四块。阴阳浑成，阴阳交叉会振，阴阳交互作用意味着宇宙万物阴阳协调。这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报告的大吉乐亏。代表着大自然阴阳协调。师德育教授首肯亲自传授，实在无比的欢喜与感受。台湾竹马镇与韩国舞蹈剧场预祝2022蒙甲金。来自咱台南新年的团队哈，啊，我们咱今标准的那个南波，那个镜头。
现场嘉宾，如果对我们竹马镇有兴趣，欢迎向我们。
谢谢大家。那么现在说要发这个糖果给大家哦，十二生肖的糖果啊，小心啊，小心啊。北部没有哎。啊，小心小心。哎。谢谢再次掌声啊，我们盘果剧团来自台南新营的团队，谢谢感谢，下来来不来用力啊。